百姓伸屈冤，不为权衡，是王孙犯王法，他也不容。曹娘娘举峨眉后宫受痛，阮朝纲难逃他三尺青铜。现如今包勉儿他爸发汗，怕是千年人他不殉情。看海底老明月，我去把情讲，此一去乱一乱，养女恩情心中记，这行事尽乱滚动，遥望见汉不离，留下青青赵包姬。